店。对不起，要麻烦你了。什么事？因为我摩托车坏了，老板要我帮他送这批货过去，所以我想向你借车。好啊。需要帮忙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帮我把黑包包拿上来就好。嗯。钥匙在这边啊。好。小心开车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嗯。陈叔，买来晚的。玉秀，这是250万块钱的支票，是我变卖了所有的财产才凑起来。这是我们公司最后的一个机会。下午，请你到银行去把它提出来。存在我银行的户头里。好，注意啊。知道了，陈叔。您先请。
姐，行吗？Thank you.
回来了。哎呦，你看你样子，你见着鬼了？哼！来来来来来，我有事跟你讲。来来来，来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坐下。你弟弟呀，快要结婚了，就是那个同学阿娇啊。哎呦，他的妈妈可真是有一道哎！哎，竟然跟我要50万聘金哎！哎，50万聘金哎！他说这种话也不怕给雷公闪了舌头。哼，你想想，你以前非要嫁给那个死鬼，我好处歹处跟你说，你非要嫁给那个死鬼，我一毛钱聘金都没有拿，好了吧？3年不到，大人小孩都给死光了。哦，你现在还提这个干什么？哦，你叫我不要说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也不要说了。我今天来跟你说呢，你弟弟要结婚了，你看着办。妈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呢。哎呦，你跟我说这话啊？哎，你看看看，你看你住的房子，哎，你看你穿的衣服。哎，你看看你喝，你看你喝的洋酒，朋友送的。哎呦，朋友说的，你说你没有钱，鬼才相信呢。妈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个房子是公司的宿舍，还有这些家具，是我仅有的积蓄啊。好了，你不要跟我装穷，我们在乡下都知道你做大生意的。哎，再说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，我可是养你20-30年呢。哎，本金加利息不止那50万呢。妈，就算我对不起你。哎呀，好了，哼，好了，你弟弟在这儿，你跟他说，我要上厕所去了。小弟，好久不见，你要结婚了？对啊，姐，我很喜欢阿娇，不过我知道你没有钱。我可以不一定要现在结婚。再说，什么？再说，我不一定要娶她。姐，我不想为难你。上台北结婚，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小弟，小弟，你今天不进来吃饭？你借这些钱，你有没有仔细的算一算，合算不合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连保证票都带来了。好，你借100万是不是？我只能给你78万呢。啊？哎，王老板，我们在电话里头不是说我是90万的吗？哎，怎么？小刚，老弟，我们这儿的利息啊是按天计算，不满意你可以到别家去问问，在我这儿就是这个数目。你呀，爱要不要？小刚，小刚，好。你说我不懂。你要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呢。好，秀姐，那我就坦白告诉你，昨天啊，老板告诉我，我们赛车场啊，股东要改组，他说如果我有钱的话，要我入一股。我们一共是3股，一股啊是150万，
那你也犯不着要借高利贷呀。哎，秀姐，现在是火烧眉头啊，哪有时间呢？我如果不加入，马上就有人加入。秀姐，你知道的，你没钱，我也没钱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总不能错过。等我开了赛车场之后，我一定会赚钱。等我赚了钱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就可以。怎么样？结婚呢？秀姐，我晚上要打电话给你哦，我现在去凑钱。小刚，小刚，师傅，我的车到底是什么毛病啊？昨天还好好的，突然间就发不动了。没什么问题啊，只是那个电瓶桩头松掉了，好像是被人家弄松的。嗯、多少钱？哎，老主顾了，不用算钱了，你可以开走修好啊！明天学生来上课，万一出了危险不得了。好，我今晚上就把它修好了。哎，
今晚我陪你啊。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天道，关于家谷的事你怎么样？决定没有？希望你这两天能够决定出来，要不然人家加入我就不好说了。我知道。哎，我们赶快修吧。赛车场之后，我一定会赚钱。等我赚了钱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就可以。怎么样？结婚呢？差不多交给你了。好。哎，秀姐，秀姐，秀姐，小刚，秀姐，你要杀我啊？秀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跟你闹着玩的。秀姐，来，我给你带了好多东西。秀姐，我给你带了三明治、牛奶。赶快把它喝了。怎么，你现在不想喝啊？好，那我先把你推到冰箱好了。给我。秀姐，你今天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今天中午你去找我，我很忙，所以没有理你，你就不高兴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怎么了？今天外头风很大，可能有点着凉了，没事。
哎呀，糟了糟了，压扁了。秀姐，送给你，不要生气了，对不起。还漂亮吗？新鲜的，这两年来头一次。秀秀，这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。一句话都不讲，手上抓把花，送给秀姐的。我，这有什么话不能跟秀姐说？坦白地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比我大，我就不能喜欢你，我就不能爱你。小哥，你说什么？秀姐，我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秀姐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哎，女人东西嘛。哎，什么女人东西啊？还要放到冰库里面？你管这么多？让我看看。不看，不是我看。好好好，不看不看。管这么多，不让你留下来。哎，累死。小刚。如果你现在有一笔钱，你会做什么？钱呐，当然先把我们的高利贷还掉，免得我们两个受苦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实现我心中的愿望，开个赛车场啊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想跟你结婚，生个孩子，好不好？
秀姐，怎么突然之间有这么多钱呢？以前几个同学帮我忙起了一个会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等我开了赛车场之后，赚了钱，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哎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先把弟弟的钱寄出去，把高利贷的钱还掉，然后啊，再当你的老板。对，谢谢秀姐，我要当老板了，我要当老板了。哎，秀姐，我们走。小弟啊。喂，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我钱已经寄出去了，可以结婚了。嗯，你要告诉我，时间你要告诉我。好。好的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
秀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来了正好。你看看，我正在计划这个新公司改组以后的管理规则，还有啊这个新的经营方式。你看看，顺便给我点意见。秀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有心事是吧？那笔钱可不可以还给我？秀姐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那笔钱出了问题。出了问题？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？你不要管。小刚，只要告诉我，能不能把钱还给我？不错，秀姐，钱是你给我的，你有权要回去。可是我已经……你已经签约了。是啊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老板了。现在可不可以把钱拿回来？秀姐，这到底为什么呢？你不要管，我有我的苦衷，能不能拿回来呢？秀姐，你搞不清楚。你看，这是我刚刚拟定好的计划，这是我的心血，我的抱负，我的理想。这个时候你要把钱拿回去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也希望你当老板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还年轻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。我要离开台北，希望你跟我一道走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才刚刚跟他签的约，马上要毁约，这我还要不要做人啊？我不能，我不会去。了解你的心情，小刚，你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我现在回公司，明天8点。你来接我，我们坐9点钟的火车离开。小刚，我希望你会来。
你不必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因为我和你一样，都要这笔钱。如果你把钱交出来，我保证，没有人会动你一根汗毛。否则的话，黑熊，你不是一直都说林小姐很漂亮？ 竟然不来，好，待会儿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要他走开，带走。
个，我看到了，只有两个进去。你家拼命就给我换一个。这是前门，楼梯口进去，这是客厅、厨房，这边有个后门，这是卧室。好，知道了。啊，大雄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把棉花给他，是。OK， 好，走。送瓦斯的。谁让你送瓦斯来的？当然是赵先生啊，他昨天叫我们说没空啊，所以我今天给你送来了。一大早就送，太勤快了吧？您这地方那么远，我给您送来都不错了。哎，就搁着了。不必了，林老，把钱给他。在对面四楼客厅，两名在客厅，一名在卧室押解人质，歹徒携有枪械，各组请密切注意。钱究竟在哪里？好，那我就叫铁熊，要你的人。尖叫！我马上开始行动。